Oh my god！ 请问魏大勋送餐？一样的菜。一样的菜啊？一样。我帮你尝尝口味一不一样。那咱到你那儿你都饱了吧？我饱了。啥身？没关系，姚碧姬只会说辣白菜的，你就只要看好辣白菜就行。辣白菜跟圆白菜跟米饭，喊开饭，开饭。吃腌萝卜，萝卜萝卜。吃米饭，用勺子吃米饭。嗯。用筷子吃虾身，这么难、啊？怎么复杂了？开。用勺子喝牛肉汤，可以啊。用勺子吃拌饭，没错过。用筷子吃米肠。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明太鱼干，吃蕨菜，吃圆白菜，吃圆白菜，吃米饭，塞不下了，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挑半天，辣牛肉汤里。有没有辣牛肉？有辣牛肉，我只塞不下了，我只塞太多了，太快了，我让人吃饭，我舌头疼。等一下，你帮我们翻译一下，在说什么？他在吐槽，说那个这不是吃饭，这叫折磨人。好，吃米饭，吃刺五加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腌萝卜，吃辣白菜。恭喜魏大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200币。接下来我们为周深送餐。哎呦，好想吃哦！都一样的是吧？都一样。其实没有难度了，对于周深来说。开饭，把石锅拌饭拌匀。吃圆白菜，吃打糕，吃蕨菜，吃香菇。哪有香菇啊？石锅拌饭里有。哦，拌饭里头有。拌饭里面有。好难啊！有点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，难度有点升级了。看，我估计到白鹿那边。到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吃海带，吃蕨菜，吃豆芽。里头，里头。吃鲅鱼，土鲅鱼刺，刺啊！来无实物了啊，改无实物表演了。刺啊！有，等一下，把摇摇点时间来。没有，突然感觉像了一个松鼠，你知道。这条鲅鱼没有刺，软骨鲅，软骨鲅，软骨鲅。吃明太鱼干，吃石锅拌饭，用筷子喝辣牛肉汤。完美诠释，还有表情，完美诠释，真的是。这到后边主要靠演，我发现。吃拌饭里的米饭，吃胡萝卜。拌饭里有胡萝卜，没有胡萝卜。拌饭里面有胡萝卜。你让人拌匀了，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，确实有点难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很遗憾，周深挑战失败。哎。很遗憾，看着我跟姚碧碧关系不是很好。给你出这么难的题，怎么回事？请为 baby 送餐。baby 等了很久了，感觉势不可挡了。这不太一样的吗？感觉一样，不一样了。哦 ，no， 完全不一样的一堆菜。我没有石锅拌饭了。哇，这土豆饼我好想吃。哇，我好想吃那个饼。我再玩一次，我上你那个那一套那个的。Baby 的餐里包括了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、绿豆饼、泡菜饼。黄牛王排骨汤、山野菜酱汤、辣牛肉汤、明太鱼汤、海带汤。
我是因为觉得自己的饭不香了，以及零蔗糖原味蓝莓味的阿姆西。我记了半天，我再到这换菜了。